ONCC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易志远 Tony。如果講翻我入行咧，就有應該正式嚟講係九二年，直到而家37年。37年。係啊，因為其實當中斷斷續續啦，咁樣點解咧？你都明白啦，我哋呢行人多勞多得，有工開就有收入，冇工開就冇收入嘅。咁變咗咧，斷斷續續21年都有一段時間，因為真係撞唔啱有嘢做喎，咁啊都要出去做啲兼職，你維持保持翻自己呢個理想。雖然九幾年入行。但我入行的時間就不是拍電視嘅，就出去拍電影先嘅。因為嗰時我電影都算係仲係都幾蓬勃下。咁但嗰時我入呢行咧就會上出咗埠啊，即係上咗大陸嗰度做先。咁我記得我第一套正式拍嘅電影咧就係都同阿青霞姐林青霞有份做主角嘅。咁啊，我正式同 TVB 工作應該係2002年，嗰時仲喺清水灣廠嘅。咁啊，亦都好有幸，好開心。咁啊，監製黃心穎。Amy 姐就揀咗我做嗰套劇叫《我要 fit 一 fit》，咁亦都係肥姐喺 TVB 拉屎一套嘅劇集。咁但係都鑑於嗰陣時我同 TVB 簽個約咧，就唔係長約一年兩年咁簽法，係嗰啲所謂叫步頭約，我冇記錯，變咗一步一步咁計。咁變咗嗰陣時套劇出嚟出咗街之後，反應好好，但係因為冇嘢接續啊，因為冇第二套劇拍啊嘛。咁變咗嗰時又可以尋翻。係啊，變咗嗰時我又唔係好識做啲咩特別宣傳啊，就算而家都係唔係好識啊，都多謝你哋先啦。咁變咗嚟講，就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咁啊，唔開心嘅事一定有嘅，試過一段時間已經有少少情緒病。咁啊，而家先知道咩什麼情緒病啦。嗰時覺得自己其實有啲傻傻地咁樣諗嘢，諗埋啲點解會咁啊？點解會咁？點解會咁？咁啊，好彩身邊有啲朋友咁啊，傾偈啊，可以解翻啊，或者同行嘅啲朋友，大家都經歷過呢個遭遇嘅，都話。我想這個故事大家其實都經歷，其實我們真的沒事做又不敢出街，不敢出街怎麼辦呢？因為我跟家人不住，家人見到爸爸媽媽見到尤其是媽咪那些那個銀包真的沒有錢，可能只有幾十元，他會攝一些錢來，真的其實我想很多人都經歷過，會放多幾百元給你，放五六百元給你，你一打銀包一看的時候，那時候真的直接哭了口。